嗨，各位同学好，我是陈晨飞老师，目前任教于新北市莺歌国中，担任英文老师。我自己常常利用 Queen 平台，带着同学一起做 Queen 平台举办的活动以及比赛，而同学都相当喜爱。所以今天要来跟同学们分享其中一个超级棒的资源，叫做美国 TCN 全英读本。我们登入来到 Queen 平台专区。首页来到课程专区，如果您是国小生，请你点选国小区的阅读；如果你是国中生，请你点选国中区的阅读。点选进来之后，专区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出现的就是美国 TCN 全英读本。美国 TCN 全英读本收录了非常多美国 TCN 的英文读本。而题材相当的丰富，同学也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学科内容来做加强阅读的部分。我们往下看，看到国中区的阅读 TCN 读本分成了故事世界、数学几何、人文社会以及自然生物与地科。如果同学有对自己比较主题相关有兴趣的，就可以做点选。或者是依照自己的学习程度，有分初级、中阶以及高阶。今天我们来选数学主题其中的一个 Fun and Games 这个读本来做阅读，我们一起来看吧。进来之后，Fun and games, recess. 你发现它会念哦。再来。不管同学是用什么载具，桌机、平板或者是手机，我们都可以点选全荧幕，这样子眼睛看起来比较舒适，也比较不会累。总共有28页，翻书的时候还有翻页的声音，感觉就像真的拿着一本书在阅读。我们会看到目录，让同学大概有一个概念，每一个章节会有出现哪一些内容。Hooray! Hooray! Hooray! It is time to play. It is time to go to recess today. 好，我们发现每一页它的句子都不长，而且会出现深蓝字的注释，所以同学也不用担心。这边的单字会看不懂，影响到自己的理解。我们看到还有搭配生动的图片，也可以用猜的去猜说这个故事跟什么有关系。Many kids think recess is the best time of the school day. What do you think? 好，甚至呢，上面还会提出一些问题，同学也可以问问自己，你觉得？Recess time 是最棒的一个时光吗？你是怎么认为的呢？Great things about recess. Recess is a time to be with friends. It is a time to go outside and play. Let's do math. There are six kids playing tag. There are four kids playing hopscotch. There are eight kids playing ball. How many total kids are playing? One. Draw or place objects on 10 frames to solve the problem. Two. Write an equation to show your thinking. 好，这边就会跟数学做一些结合，所以同学可以透过上面的练习题来做做回应，这样子。好，那这个读本的分享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TCN 读本有非常多的主题，同学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主题读本来做阅读，也可以用来练习听力。那么这样的资源，同学其实句子不长。影片不长，所以其实一天只要用到5分钟、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就可以让你英文一定通。所以同学善用资源，规划自学时间，英文一定会进步，而且更棒。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同学有帮助。我们下次见，See you next time。